天才亮志工早起展开布置。天地是道场，圆规画出绕佛绕法路径，这是莫桑比克的立体琉璃同心圆，人人同在菩萨道上。本土志工用当地的上纳语编译的赞佛偈，众人同心同志，动作力求一致。一块，戏剧说法。天人被大禹舍身救人的宏愿感动，天降甘霖。人间处处是道场，莫桑比克逾2000人共同完成这场别具心裁又庄严殊胜的浴佛典礼，渡人也渡己。大爱新闻资深美职工莫桑比克报道。